你甲我甲江林团斗做一个人，就会当互你摕去当作是对付江道生的工具。你嘛会当以一个救命恩情人的身份，替我继续替吴志集团卖命。吴志集团继续发展，你手内股份就有价值，所以你甲我当作是亲家母，无甲我当作是真正的兄弟。你到底是甲我玩几点的？吴志集团发展，你敢无好处？你敢无想要重生？敢无想要继续在研究？一直在讲什么？我是不是有兄弟情？我讲有啦，我要来证明，是不是跟你南条条？然后讲我爱你是无？时间就是上好的证明。这么侪年来，感觉我拢无感觉。好啦好啦，你这么干呢？我冇喘气啊啦！我选择放弃对超越的感情，继续替你卖命。结果我看到啥？我看到你别霸当手艺，看到你不择手段，手高权、手价神权，看到你海死轮轮、海沾少怀。我应该替轮轮报仇，替爸报仇啊！你即马念袂煞，讲几波，原来嘛是为着争股份、争继承权嘛。你看我提早继承权，你即马唔甘原谅？谁在跟你讲继承权的代志？你害死伦伦，害死爸，还阁无够。这几十年来，我为着这个家付出卖命嘛无够。我放弃对超越的亲情无够，今嘛我总算是拄到一个我会当当心的林志倩，你嘛要挃伊的命？你伫咧霸占我的人生，就因为你给我一个臭钱，给我一个假的命，我就要感谢你。你还要感谢你啥？哎，我感谢你啥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啊！我感谢你啥？哎，救人！啊，张主任要杀我！救我命！救我命！哎。老叔，因为拄个不利，我过去伤害。公总，是张博士叫我来替你辩护，加上王特助那边的法律支援，所以拄只我严加检察官达成协议。法官允准你交保候传，所以等一下你就会当离开啊。我五宝，哎，就是我要弄乖啊，麻烦你啦。替我向王德祖说多声，感谢伊甲斗相共。我是张博士请的律师。什么张博士？是吴极集团请的啦。不是安尼哦，吴极集团的尤总裁，阁有环宇集团的江望勉女士，拢对你提供，只有张博士帮你请律师。哎呀，咱兄弟联手，把创立吴极。为爱一并抢回来。好啊，卖阁受坑受拍啊！杨开阳，我即摆算是看清你的为人，咱的兄弟情就到这为止。唔是啊，开阳，替你请律师，是我对你最后的忍辱。以后，咱个人行个人。少怀，你出啥？你走啦！顾少怀，刚拄我轻下两手，你欠收你后你。快车来了，嘟嘟！去！啊！不！啊！哦哦啊！我著甲你讲啊，快车来啊，佫唔知影行啥哦，你真正三宝哩。什么是三宝？我看电视啊，有咧讲啊，讲迄哦，行路无咧看咯，就叫做马路三宝。啊，嘛人讲迄叫做行动神助牌啊。恁这两个动物，你拿出，我来你不怕死哦。
安打安打，全力打，剩下一棒全力打得分啦！陈同学，你真的头皮疼哩！啊！好心啦，阿伯，你背袂起来，爸爸大啊、哦！你直接刺杀出去，阿杜！你哦，不准讲找蝴蝶麻烦啦，嘛不准讲，迄不是我的囡仔，那无我就跟你拼命！行啊，咱来走。啊！我偏偏讲啦，你那不是你的啦，干脆这念头再做变老爸啦，我更是你啦，真正吼，把蒋介石都吓了了啊你！哦。我爱你，把迄无正当提起的股份，拢总吐出来。你我可以用什么股份？你别第一对称哦。当初是恁爸爸是安怎分配？伊拢冇甲我讲过哦。你手头迄20%的股份，本来就是要用可以用的，你应该嫌疑啊。余下水，你别想要趁这个机会霸占吴集团，搞吴集团的股份便宜哦。我哪有想要霸占？我只是爱你幸福可以用啊。讲到这尔好听啊！伊头壳是溪阳啦，但不过伊的身躯是共鹰团，法律上甚至伊叫张君南，伊是凭什么名义要摕这20%的股份？最后嘛是放你的落地啊！要算我交阿姨来管理，你嘛无资格管，因为那是你掠爸的手断的囡仔，无准算，因为你害死爸。再造成其他小局面啊！别再把这些三个头壳顶哦！你放心啦，非但不管安怎，爸付的股份我拢会收掉的，一个都袂交出去。别紧，你继续把遐股份了掉，我甲阿姨会想各种的方法稀释你的股份。我会当是加资本，把公司做大，把你遐股份哦，我到最后。你西施到什么程度？甚至哦，可能两拍都无够。你这背骨啊！你这个背骨，就是让你解药，救你一命的。结果你马上就毙命。真正才是王帝所讲的，我救你哦，不如救一只虫啊！加油！你无别的选择。卡斯，你无想要马上来去关？你想要照我的意思去做，阿拉伯，这头皮疼。恁爸抓准，我这就敢拿着认输。恁姐姐目睭不要紧，真照看，我绝对让你好的。海洋的个性较硬挺，绝对袂安尼就遵守煞。我一定爱顾较细腻，把迄20%的股份提到手，那呢？我将来安排中子倒转来，才会更加有把握。执行长，你前阵找我来有什么代志？你来啊！哎！你完了吧？啊！我问你完了。这头一次告白，就这样拉扯，真正是够拉扯。你们俩有准备花烛光晚餐，够找人来布置，算是就有心嘞。虽然讲即马花甲烛光晚餐拢无去啊，啊，不过规个看起来够算是真浪漫，过关。那即马有信心啊吼？那你我先来走，卡片等下你要告白的对象来啊，我去等候着你。我。
我就刚才约你来啊，免讲我要告白对象，当然是你啊。别跟我讲生笑啊！我无咧讲生笑啦。林志炫，我是真正就是要向你表明我的心意。啊，你嘛知影，我一世人拢咧做研究，从来唔捌对啥物人动过心。不过自从你闯入我的人生了后，我就有一种从来拢唔捌有的感受。所以，林志炫，我希望为什么开始？你爱对我负责任。你后来那段嘛是网络学的吧？我就跟你讲过，我唔捌甲人告白过。啊，不过迄句话吼，嘛是我心内。安尼嘛真好啊，你会当把这当作是试验同款。这届有多余做了不够好，后届你对别人告白时阵，就较进步啊。无别人啊，敢来当是你啊。哎，这句袂歹呢，我真是要把你骗去啊！嘛是网络学的对无？这确实是我心内话，唔是网络学的啦。我知影，我顶个伫个办公室的时阵，我对你讲过，我想要陪在你的身躯边，照顾你，保护你，对你不离不弃。啊，不过迄只不过是因为你的专业对这个社会真有贡献，所以我真正就欣赏你。你是唔通误会，我有别意思吗？阿母，甲迄当阵你，你这毋是讲你唔捌谈过恋爱，所以你可能会不白清楚。我即摆会当真确定对你讲，咱两个人感情毋是爱情。嘿，你是唔通感觉足见笑还是足介意？我有讲过，我是阮两个弟子，我是做准备的。阴暗的代志，我会当当作毋捌发生过。除非你感觉以后看到我，你会无自在，那呢，我嘛是会当甲弟子死掉。免啦免啦，我即马嘛习惯是你在我边啊，替我看头看尾啊。我刚才你安尼讲，我就是讲我要去出头路啊。无啦，那是我的问题啦，只要你莫见怪就好啊。有啥物好见怪？执行长，你后盖若是搁要告白，一定爱先甲我讲，我会当甲你一寡配波，绝对会成功。无啦，一摆就够啊，无后摆啊。哇，真正只有心存了就找草的呢。既然你讲只有咱两个人，无我就当作是员工餐，不你怎会吃，安怎？哦，好，好啊，就当然了。哎，执行长，小姐。你也吃得好，是的，你这么优秀，阁是五级集团的接班人，今嘛总算是证明你的身份，会当好发展下手啊！哪会当让我去耽误着你的发展？你应该去找一个家世、人品拢配起你的对象，这才是上好的选择。人生一串。